大家好，我是老朱。去邻居家借我袜子，这是泥工专用的，我也理不了他。所以今天都照我行，叫他到我旅里，想也和好了，现在就交住。泥瓦样的瓦刀，你看也做好了，这以后那就是砍点砖垒墙都装饰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，下期见，拜拜。